慈禧年间的时候，慈禧比较爱吃，这月饼，翻毛月饼就是刚烤出来，你放在桌子上，你不动的时候，它会特别完整。等你用手拍桌子，就是碰桌子的时候，它那个皮会掉下来，就像鹅毛般，哎，雪花般的，哎，就是掉下来。翻毛月饼呢，它有一个是皮面，是水油皮，里边有水，有油，还有就是说面粉，还有奶粉。对，它是跟面粉的比例是2:1嘛，两份的面粉，一份的油。水油皮跟油酥加一起是一个25、15，是40。然后咱们这个馅儿，红豆馅儿，也要分40。40的话，它正好是1:1的。1:1的比例呢，就是说它吃起来口感，还有就是说甜腻度啊，就是说比较适当的。分成四种薄，然后放中间。轻轻的压，不要使劲，然后轻轻的往前擀，先轻轻的让它有一个弧度，先上来先卷一圈，一点压着一点劲儿，拿手拍一下，这也是这个手心这儿。得沾点干粉，然后再拿起来，然后放手里，然后把馅儿放里边，拿着这馅儿，你看捏着馅儿，然后让它斜着这么转两下，然后你这个手转的过程中，你这个手一定要往回收，你知道吧？让它收收，就是让这个面跟这个馅儿充分的粘在一起。然后轻轻的按一下，按一下，你看稍微有一平面。